一个放零钱的罐子，所以就想说我干脆制作一个硬币分类机来当作零钱罐。硬币分类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创作，在网络上有许多的 DIY 教学。正当我在找相关资料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个东西。那么以下是我自己制作的版本。由于我家里没有 CNC， 我也不想要使用 3D 列印机来处理，所以我就使用雷射切割的方式来制作。原本设计主要凹凸的部分是在轨道，它的立体的斜坡的部分。如果用雷射切割的话，可以直接切一片零件卡进去，这样子就可以让硬币滑上来。而其他轨道的部分用雷射切割其实就很好处理了。接着我要调整的是体积缩小的部分，我设计了几种方式来让这个体积可以变得更小。首先我更改了投币孔，原本的产品其实花了一大半的轨道来解决让硬币排排站的问题，这样子做可以把一整把的硬币直接投入。而我日常生活中口袋的零钱其实也就几个而已，所以其实我不太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投币机制。但如果制作成一般存钱筒的方式，一个一个投硬币的话，虽然它很省空间，但使用上又有点太过麻烦。所以我就折中取了一小段的斜坡，并且将这个入口稍微减小，这样子一次投的量差不多就是口袋里零钱的分量。再来我调整它的斜度，我试着将整个硬币机的斜度垂直，这样子做可以减少桌面使用的面积。而且斜度的增加，轨道的这个斜度也可以减少，这样子做也可以大幅的减少这个机器使用的面积。再来是硬币的收集盒，原本这个设计主要是方便硬币去做包装，所以才设计成这种垂直而且有硬币刻度的这种方式。但是因为我没有这种包装的需求，所以我直接切割了大盒子来装。这就是我自己设计的雷切版本。当我硬币投下去的时候，前面的几个斜坡可以让叠在一起的硬币先做分离，尽可能避免硬币重叠。接着50块钱会进到这个斜坡，并且把它带走，到这个转弯之后它就会飞出去，而剩下的硬币就会转弯继续前进。接着10块钱在下个斜坡就会往上抬，并且飞出去，而剩下的硬币就会继续往前进。到最后就只剩下1块钱的铜板走完整个轨道。以上就是我这次设计的硬币分类机。因为这个版本其实还有许多的问题存在，像是投币孔常常会卡住，需要用手拨动，有几率分错硬币，甚至可能会卡死在轨道上面。其实还有许多地方是需要调整并且修改的。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计成不同国家的硬币，或是你要加上 Arduino 来制作更多的功能。如果你也有修改这个版本的自动分类机的话，也请将你制作的心得分享给大家。